早上好啊，二号家主在召唤我，那我得赶紧把我的家主帐袍给变出来。江江，好看吗？嘿嘿，我就不隐瞒了，其实我是一个小女巫，家主聚会当然不能空手而去啦。在抖音上学的香薰蜡烛的做法，刚好可以派上用场。把调好的蜡油倒到模具里，等个几小时就可以脱模了。OK， 完成，变多一点吧。好啦，出发喽！他们一定会夸我心灵手巧。